站起来，哇，吓到我！我要去打架还是什么？因为穿全部奥噜噜啊！可是你们跳舞很棒，很厉害啊、对，全部很美，很厉害，全部都很漂亮。哇，我应该叫我的妈妈来 join 你们。喂，老布啊，打钢笛出，不是看 Facebook 就是困啊。他应该跟你们参加一些跳舞，要去哪里参加？去哪里？哦，你是老师啊？哇，老师这样美，全部学生当然这样美啦，是不是？哇，很漂亮，很漂亮，你的学生都很厉害。嗯，改次可以去可以去文乐那边一下吗？这边很远。啊，谢谢你们的伴舞。那希望呢，我还有多一首歌的时间，可是是有一点，可以跳 slow jazz 的一些舞蹈啊，可以吗？啊。尽量啦，尽量可以看我们的老师这样安排。OK， 那在唱我最后一首歌之前呢，想感谢我们的刚刚还没有上台就收到一个红包，谢谢我们的老板，我们的理事送给我们的每个歌星的这个红包，也有点安好的眼空几细啦，然后来看到也是很多 camera 在这边，那在如果在直播的朋友们，请帮我们多多分享。帮我们点个赞好不好？好，那希望呢，大家都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晚间时刻，听歌听歌的开心，喝酒喝的开心，那吃东西也吃的开心，好不好？哎，不赖不赖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样就对了嘛，不赖不赖，旁边有不飞可以吃 ，OK？ 等下你们的掌声要大声一点 ，OK？ 好不好？那这一首歌曲呢，算是一首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，来自江蕙小姐的一首。九熬与新香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会唱的话，可以跟我一起唱哦。这首也是跟酒有关系的一首歌曲。谢谢我们的乐队老师，谢谢我们的管弦老师，谢谢。三年寒雪，冷冷的不久坐，你坐椅。Wow.
袂使喝醉，就是。